个大衣拍成这一条，这个三重大围脖的哈，再看看他脸，画鼻头，鼻头是画的，这个嘴巴稍微这边有一点黑点，这都无所谓，行吗？800行吗？800，你要800我都拿了，行吗？小公公还800还不行吗？到底多少钱能行吗？1000，1000我弄不走他，我也想把你卖着吧。这狗长得不孬哈，你看，就是唯一的一点点就是花鼻头，它多大能长出来、啊、黑鼻头？长一个月。耳朵个妈的，竖起来像太阳晒的呢。耳朵很快就立起来了哈，这个我相信，耳朵肯定立起来了。跟人家看的一样，多漂亮。对，长得好看的一个小公公。你这样吧，800我直接拿走，行不？啊？不行，我都帮你卖不了了哈。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你最低能挣多少钱？不是，哎呦，狗确实不孬，三重大围脖的。你这样吧，等我10分钟之后我过来。如果你卖掉的话，都说明我跟他无缘。你要没卖掉，我给你出到900，行不？900你能给我不？900行不？好，我把钟雅给拿下来。看看这个钟雅，大哥。哎呦，你又来了。我知道能给不，我不想再磨叽了。1900，你帮我个忙行不？这1900的，这就说的。那个真不管，那个是我。他不瘦，他这个姑娘瘦着。我给你挑狗，我一定要挑最好的，这一窝里边最好的。那你这爪子，爪子我知道。行吧，大哥，你说最低多少钱吧？2000。我真弄不动了，真弄不动。你这个颜色是虎斑色的，它要是黄梅花的，你2500我都认。上次你我卖那个黄梅花的，还有那是3500卖了，对吧？3500那是没有那的好大哥喽。那好大哥不认了，这个好大哥只认这种颜色。好气质啊，漂亮。多少斤了现在？保底得43斤，保底。你报一下呗，你看看，要整体再看一下结构。哎呀，你看看，40多斤了哈，你看。看漂亮吗？真壮，你看。下来。2000也拿不了，哥哥，我得把你卖下来，行不？你看，你就这样的来，你看，也是虎斑的。小，但是呢。这个也行，你看这个。月份决定价格。这个是公的母的。这是公的。这个也多少钱了？那个红虎皮，红虎皮啊，这几个都是虎斑，虎斑稍微便宜一点。这也是公的哈。这是18斤保底。这得有18斤了哈。你看漂吗？这是多少钱了？这个2600的。哟，这个比那还贵了。红虎皮啊。红虎皮啊。行，您这里边的中亚都不错啊。这几个狗都啥价的，大哥？都2600的。都是2600的。你这个2000，咱直接都拿走。不磨叽了，这面子我给你了，但是以后你多给我几交个客户，没问题。你还有那里边那几个狗，你都介绍一下价格，我以后多卖你的狗。这个18张，18张，那个16张的，拿过来看看行不？我就喜欢拍便宜的。你看漂亮吗？后边这也是公的哈，公的，你还胖吗？可以，20斤了，保底。这个有20斤了吗？看漂亮吗？这腿也够粗的。你看爪子，尾巴都剪好了吧？剪好了。对吧？你看啊，你看漂亮吗？中间必须得留一点小尾巴。行，大哥，那这个2000块钱你给我拿走，我以后不再帮你卖。你这样，你这边卡斯罗是你的吗？卡斯罗对，也是我的。还烂卡，这几个卡斯罗品相不是太好，实话实说。对。一千几了？这是18张。18张，值不动，值不动。蓝卡啊，这是蓝色的卡斯罗啊，眼睛都蓝色的。哦，是你的呗？多少钱？蓝灰18，这个黑的14。黑色的14张，14米，这个叫18米，蓝色的蓝卡，你抱一下来看看行吗？这有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了。这是正宗的卡斯罗啊，你看这眼睛都是蓝色的哈，蓝卡啊，有功了吗？公的没有了，卖完了。公的没有，卖完了。对。最少多少钱？最少1700吧。1700拿不了。这个蓝卡本身就少。你知道。都卖2000多，我这就卖1000。1500还差不多。
一千五看有要的我帮你来卖是吧？行。都赶着下集，行，你交一千五。那个黑色的呢？黑色最低多少钱？黑色最低给十三吧。给十三。对。行，黑色十三米，这个十五米是吧？有要的我给你帮你卖行吗？来，大哥，你把这个给报托运部去吧。好好好，成交。我以后得多买大哥的锅，大哥每次都给我面子。那大宝，看一下啊。确实大哈，漂亮啊，走。来关注一下，关注一下小杨哥啊。